第三名，希望呢在未来一个星期里面总是呢可以追到头两名啊。而不过呢，就是一年的努力，一年的那个投资啊，你们问我说值不值得，我说全部都值得，而且呢每个阶段都非常的愉快，因为我都享受着啊它中间的那个努力达到目标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呢未来的路无论是怎么样啊，无论是什么样的工作，我都一定会全力以赴，而且呢我都会非常开心的去面对每一个挑战。所以呢很感谢今天很多人来到支持我，很多铁粉啊，让我都非常感动。不过呢啊，希望说我还有机会可以追到头两名啊，而且呢啊，我已经经历了什么东西呢都交给啊上天的安排吧。谢谢。